收我听有今随楚国国王先苦逼收了当吹时我只不过是这兵民第四家今随师父上山拜师而已随你师父根本看我好气就将所有的功夫传授放在我的师弟的身上老师我什么东西所以我单靠我师弟的力量下山而来四处修行用一挂特别的方式我跟你渐渐会当强大为人会当变心魔原来我发现上紧的无方式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就是刀口点在楚国国王的身躯边我知影楚国国王有一颗清白心但是有力量却是无头脑我点在伊身躯边用心计较变成一名国师然后我一步一步将伊传就是希望你晓天下的国家会当威武独尊虽然修炼至今功夫骁勇成大但是我也是有惊怕的物件就是伊龙族龙族的龙凶怕的凶伊的修炼那是到一个天道到时阵王是的对手我要先磨的咯而变成我顶多的石头我的计划无可能和任何人都我阻挡所以那是要你龙族的龙毁掉我的意想不如我想用计才行龙族的龙的心我那是吃得到也会当先我千万年的功力唯一这条路都在国王的身躯边救他讲这个念头到时阵不免我出手国王自然会去处理龙族的王的心